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余若流音响共和国总编辑关城。目前我在慕尼黑音响展所在的位置是 Air 的展区。好，在 Air 展区呢，我们看到很多经典的 Air 产品。不过呢，我面前有两部最新的这个 Air 器材，也就是新的8系列啊。首先介绍这一部呢是 AX8 综合扩大机。好，这部综合扩大机呢，目前还是原型机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机箱外围的那个完成度呢，还会在 work out， 但是这个目前是展示给这个机箱上先看的。好，这部综合扩大机几乎是就是全能的这个数位跟类比通吃。好，那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数位的输入，那直接就可以连接喇叭就驱动，那这是一个全能型的综合扩大机。那另外旁边一部呢是 QX8， 他们称为 Digital Hub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是一个比 AX8 更高、更多数位输入的一个专的 DAC， 那专门来应付这个数位输入，所以它的数位输入呢比 AX8 稍多一些。好，那他们称为 Digital Hub 的呢，基本上大概都什么都能接。不过因为这还是 Prototype， 所以很多细节的功能还没有完全 Finalized。但是呢，价格呢已经有一个雏形。这个 QX8 Digital Hub 预计大概是$4,500，而 AX8 呢含这个扩大机的功能，等于是数位类比通吃的这个综合扩大机呢，预计大概是$7,000 or $7,500。好，这是中价位的，相当这个值得期待的选择。那整个八系列呢，大约在明年这个时候呢，会有全系列的产品，可能明年还会再增加前后级等等。预计整个八系列大概会有6款器材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